现在没资格的人是你。我已经是宗师九阶，距离大宗师仅一步之遥。你要么臣服，要么就死在这里。我知道了。哼，没想到高高在上的暗夜组织头领，竟然也会有这样的一天。王丫头，让他召集暗夜组织的所有成员，我教你血炼大法，能迅速提升境界。哼，你是想借机壮大自己的这缕残魂吧？不过都无所谓了，只要能给老师报仇，我可以答应你。哼，你的脾气很合我胃口，可惜你我最终要融为一体，否则我都想收你为亲传弟子了。用不着，我的老师永远只有梦魇一个人。立刻召集暗夜组织所有人，出发前往江城。是。主人，欢迎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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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师，这是我精心为您挑选的女仆。春华、夏月、秋水、冬雪，就是你们以后在这里的名字。跟我过来吧。是，主人。好像已经完全不需要我了。白战吗？现在到飞云山庄来一趟。师父，徒儿来了，没打扰您的雅兴吧？都先下去吧。是。不知您有何吩咐啊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让你来学习学习。学习？师父是想让我学习这种酒池肉林的生活吗？哎，原来师父也是性情中人呐。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喏，这些给你。师父，这是什么草药啊？灵牙草，没什么大用的破烂，只能用来给宗师境提升修为。啊，给宗师提升修为的灵草？极品灵草，就这么随手送出一堆？那我们要是好好服侍主人，岂不是宗师有望？师父，您戳我头干什么？收你做弟子这么久，都没有传过功法给你。我观你拳脚霸道刚烈，就传授你此诀吧。啊，这是金陵龙渊诀。好强大的功法，竟然可以肉身匹敌神兽真龙啊。作者林飞无渊。这功法应该全部印入你脑子里了，自己好好修炼吧。谢谢师父，没想到这功法居然是您亲自创作的。哦，我只写了个开头就扔到一边了，后面大部分都是无渊完成的。这个无渊又是哪位神人呢？你大师兄。大师兄？那他一定很厉害吧？是天榜上的人物吗？现在在哪儿啊？已经被我逐出师门。还有多久到啊？师父，能不能开快点？我很好奇，像你这样的人物怎么会陨落，甚至只留下了一缕残魂？哼，连我自己都没搞清楚，我的陨落似乎是因为被什么人误伤了。误伤？没错，当时有两个家伙在蛮荒界大战，我连那二人的身影都没有看清就被波及，只隐约听见了一个名字。是什么？万圣天尊。这里就是林飞说的山庄别墅。哇，比之前我们家还大。不要得意忘形哦，说到底我们只是来借住的。林飞，我来了。欢迎瑶光小姐回家。啊，竟然还有女仆。这么大的别墅也是需要人打扫的吗？对对对，一定是这样。两位请用茶。啊，谢谢。我不渴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，主人。主人。林飞，你的日子过得还挺潇洒呀。这莫名的压迫感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些灵石和药材突破宗师应该够了，现在就去。是，总算能溜走了，气氛不太对啊。吃醋了？哼，我才没有。啊，你干嘛？我给你看看手相。嗯，你的手相独一无二，就像你的人一样，对我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你不要进去，好
好听的来哄我，我可不是小姑娘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最可爱的小姑娘。仙人转世，师姐，刀宗和阴宗的消息准确吗？不如你我二人合力来探查一番姬瑶光的前世。可以。师姐，看来这个姬瑶光不仅是仙人转世，而且来头还不小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嗯，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嘿嘿嘿，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气少。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，火热开播。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，正面刚。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盖世，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？